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哇，我觉得你是个真的还就是蛮有欺骗性的。那为什么？就是说你看他的像形象特仙儿，感觉懒懒的，其实对很多东西也许没那么多兴趣。但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百变小魔女，我觉得就是你另外你好奇心非常强。我越跟你聊天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好奇心，你敢于去尝试。因为我觉得我能做到挺好的。咦，这不谦虚了？人家都说我尽力吧，没有在真的。瑶瑶说，我觉得我能做到挺好的。那我就在想，你小的时候的性格也是这样的吗？没有，我小时候跟现在应该完全不一样吧，就。感觉小的时候就是一个熊孩子，除了惹祸好像就是愣，然后又是一面，你留过短发吗？我小的时候剃了3年的。